各位同学，你们今天的第二次课外活动的任务呢，叫守护食材。守护食材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一个道具，上面有保龄球，每个保龄球会有一个对应的食材的名字。哦，两个扳机呢，依次派出同学起跳，跨过栏杆，落在垫子上。如果保龄球不倒，你们就获得了那个没有倒下的那个食材。完了，刚才课外活动可是对我们有利呀、啊。左右。刚刚有优势，现在没优势了。现在没优势，没优势了。现在知道我的可贵了不？哎呀，他仨又有舞蹈功底，又瘦，我的妈！我们两个、用嘴跳吧。每五个保龄球里面会有一个特殊的保龄球，它是一个盲盒保龄球。就如果你们把它守护住了，可以兑换你们想要的任何食材。大家听懂了哈？然后我们正式开始。为什么要拿这个？为什么要拿这个啊？可爱，卖萌啊！为了保护大家安全，那个手套是，你可以应该是护膝吧？怎么弄丢了？在干嘛？这色也太不适合我了。哎，你好适合粉哦。谁适合粉？年轻了哥，哎呀。这色也太不适合我了。咱不得拍一个我们一起学猫叫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学喵喵喵喵，在你脸上一起喵喵喵喵喵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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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队排好顺序啊，依次进行，在踏板上跳啊、哦、在踏板上跳过去留住保龄球就行了是吧？不能碰到杆，不能碰到杆是吧？我觉得在卡我 bug。 不，我脚在垫子上就行了是吧？两只脚同时着陆，三二一，准备。哎，你准备还跳呢？还我一下，你还我一下。来，俊辉准备。哎呀，蹦太高了，俊辉。啊，难倒了！哇，这难哦，这难哦，自己拔河难哦。来，下一棒，洋洋。有鱼，我的天，粉丝粉丝啊！粉丝鱼都好，豆腐也好。好，粉丝鱼。哎呦，蚊子！鱼羊果然是鱼羊，香菇大虾，准备一下，贺野。哦，咸鸭蛋，咸鸭蛋，我们有盐了，我们有咸了，鲜咸，咱这太有味儿了。你们不知道吧？那个番茄酱蘸的咸鸭蛋特别好吃。对，就是稳住盘，就看咱盘。哎，这些我不要。吊龙可以啊，青椒跟芹菜要吗？不要。对啊，我们要肉或是主吊龙啊，吊龙主食。现在有吊龙是吧？对，吊龙行。来喽，牛肉丸。好，你随时起跳。小点声，慢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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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是吊龙牛肉丸！哇，把素菜全蹦出去了！稳住泰山，天哪！哥，你真的是牛啊！谢谢啊！牛全，我以为会说丸啊！牛全拿下了，五花肉！哎，五花肉，五花肉，猪肉，五花肉，青椒，太炸了这个！你今天随便跳，你留一个就行了。一二三，我家这发力点也挺奇怪啊。对他是叫侧蹦，你趁着不注意。没事，我不 Q 了，你直接来吧。我知道你等我呢是吗？我给镜头。哦，漂亮，漂亮。咋的？这期素材不够了？对啊，哥你就不懂了。你人还得在里边，就算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回看你自己说，回看你自己说的。妹妹，双腿要在白垫子。不是你这么的，我们退一个吧，算女孩退了。我的规则是起跳，跨过栏杆，落在垫子上。对啊，
它只多了一步而已啊，它落在电子山锅又回来了，多了一步而已。不算，不算，不算吗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呦，差一点哦。哦，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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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就保好了啊。可以可以，还是女孩亲厉害。够了够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有青椒行啊，但加个肉。再加点辣椒，这个好食材哎！其实我跟你说，最好看的素材是刚刚我跳过去又跳回来那一下。我会放的，那个才精彩。生菜、泡面、泡面，不要阻止我！泡面，我们煮的。哎呀，我们煮的。好，俊辉准备啊！来来来。轻轻的，哎呦，全倒，全雷打，哎，全雷打，全雷打，把泡面换了，来点主食好不好？主食，主食，主食啊，粉丝，粉丝，要不要粉丝？要粉丝，哎，泡面你还留给我？泡面留一下呗，等一下留给我。粉丝豆腐，粉丝豆腐是吧？那个是随便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我就留那个就完了呗，好吧？哎。这怎么算？这个得扣一刀，这个得扣一刀吧？哎，这咋整的？这个在咱们的奥运比赛里面，如果是钓竿的话，对啊，你这个是没有成绩的，分数都不算。本来没有啥，别扣了，还能扣啥呀？哎，这样我们队应该也有三次机会才对啊。为啥？3-3啊？刚刚拔河的时候。那没有啊，那刚才拔河你咋不？我不记得这回事啊。拔河的时候你没说这句话。什么时候拔河了？我不记得了。拔过河吗？拔过河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好，贺爷准备啊！大虾呀，没事，没拔河呢还。孟佳，你负责拦着宇阳哥。那不用拦妹妹，你来就不用。哎呦哇哦，控制住了，控制住了。哎呦哇！哎呦哇！护法。哇哇！哇还有一个盲盒，要那个，别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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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要泡面，他来了，来他来，我们的工作人员贼可爱，我说人家要泡面，他来喽，又有泡面又有粉丝，你要哪一个？来吧，哥你就留我们这两个，行吗？人家粉丝泡面主食肯定全留下来了，信不信？就留了，我说哥，你就留他俩，一个泡面，一个这个万能香，结果他俩倒了。哎呀，也可以啦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又有泡面，又有泡面，鸡蛋，生菜鸡蛋，鸡蛋很有用。嘉奖，我也还要办了赛，漂亮，漂亮。没用，倒是泡面、生菜、鸡蛋，食材过于丰富。还有吗？还想跳？我们两队再各派一个人收个尾，好吗？好，你来跳嘛，你来跳。先是谁？俊辉吗？还是我跳？对啊，低一点底盘。底盘低一点，是有点那种。你不要全部。对。你得在空中有个小缓，对，有个小缓。你们都有心得了，是不是？都可以教人了，是不是？专家了。来，1-2-3，来有个位置。哎，螺蛳粉抱下来了。螺蛳粉还有那个盲盒。他是不是就仨盲盒了？苗苗班已经有三个位置盲盒了，就是可以兑换三种你们想要的食材。哥，来，咱咋的得有个盲盒吧？对，我试试看。来个盲盒。哎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摆五个盲盒啊？不，摆五个泡面。我咋直接给你呢？没有，我想盲盒，盲盒在最那边，最右边。盲盒在最右边，助理机，助理机来啊，慢点啊哥。嘿，盲盒换到最右边，来走。猪里脊、芹菜、大虾、青椒，还有盲盒，谁说我很重的？
是不是一只好灵活的胖子？哎，要啥实话讲出来。哇，哥，为了吃也是拼了哈，这太精彩了。为了吃也是拼了，这是太精彩了，真的是。在今天的第二轮的游戏环节当中呢，果果班获得了11种食材和一个盲盒保龄球。哇！苗苗班获得了14种食材和3个盲盒保龄球。是个玩吗？嘉哥所在的队伍又一次获得了胜利。所以呢？所以问题出现在我。那可不。你就应该咱俩的班。现在我们可以移步到保龄球的区域，选择一下你们的盲盒，想要什么？一定要这里面的吗？对。那我就换成面条。面。面条。苗苗班，你们要兑换的3个食材是？茄子、玉米、鸡翅。鸡翅记得是那个，不是要只要煎的，是那个后面那块一起啊，记得吧？你还选部位？那叫鸡尖。一整个翅，对，就是你得包含一点，就是就这坨肉，就带点背脊那块。